今天由这个2022年选秀会也是第一轮，队史第一位选进来的投手吴佑成来担任先发。今年在热身赛表现不错，我这棒打得蛮扎实的，在左半边的飞球蛮深远，结果是打到了全打墙弹回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来到了二垒，李宗贤敲出个 Leap Double， 哇！系列赛场场比赛都有安打演出，所以看看这场比赛如果打到傍晚，风向可能会改变。点下去，投手接球，哎呀，在传一垒这边来得及吗？还好来得及哦，三垒手已经冲出来，成功的牺牲短打。这边在手背的部分默契上沟通有些瑕疵。申浩伟在这个系列赛的话，八个打数打出了两支安打，赛前是连续两场安打的演出。申浩伟赚打点的机会，接球带起来，在左外方向蛮深远的位置来看最后的落点，结果一去不回头。申浩伟炸裂左外方向的两分打点全垒打，哇！帮助富邦悍将连续两场比赛啊，这个要火力大放送一下，首局就打下了两分，2-0。申浩伟本赛季的首轰出炉。这球拉回来打右半边二垒手，结果没有办法拦截，形成了安打。蒋志贤在两出局之后呢，要来开启富邦将另一轮的攻势，两出局一流跑者。哎呦，这是一个触身球。哦，触身球没错。洪总总是要上来了解一下，确认是有打到手还是球棒呢？好像要看哦。台钢球员这个时候启动了电视辅助判决，来挑战一下棒尾。对，好像是棒尾那个位置啊，有触到棒尾，也有打到手指。但我这真的不好看。对，真的不好看。好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触身球，四处上市还没有开张，两好两坏。切到这一球打得不错，正朝着左外手过去，调整脚步之后呢，被伯荣大王完成了接杀。张国豪也是本季第一场的登板出赛，如果这场比赛有出现的话，再跟大家来报告。拉回右半边很强劲，哦，一垒手蒋志贤 nice catch 之后自踩一垒，这个球技漂亮哎，打的速度还蛮快的，最后让他侧身去接到这一颗球，满球数，这球打进了场内，在中间方向的一个穿越安打。戴旧部戴佩峰今天在前面两个打席都能够上垒，哇！结果还是选球选到了四坏球保送，打者的机会。这球打击出去非常的深远，在中左外方向的一个飞球，结果落地形成了安打。现在有可能要清垒哦，一位悍将回来，第二位悍将也是快马加鞭回到本垒。李宗贤一棒两分，二连打带有两分的打点，扩大领先为4-0。今天两支安打都是长打，而且都是咬得很扎实的哈。两好一坏，要把握住。有点打在棒头上的中间方向飞球往前追，哎呀，掉下来形成了安打。现在分数又要回来，哇！文杰这个时候，哎，不过第三个出局数在二垒这边。王胜伟觉得是 safe 吧，要不要来挑战？要挑战。哇，不过陈文杰这一个判断有点瑕疵哦，他先往后再往前，结果没有办法阻止球落地。现在来挑战是二垒的攻防战，一开始就应该要选择往前，那他停了再看一下就已经错过那个时间点了。感觉上有可能会改判哦。因为他好像是有一点点去，后来再去碰到他的脚。嗯，二垒这边哦，维持原判，所以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。不过富邦悍将的第五分还是有回来，所以这个半局呢一口气攻下了三分大局，扩大领先为5-0。选球选到了两好三坏，现在来看看，哦，内角变化球出神没有捡。接下来到是中心棒次，第三棒的王柏荣，前次进攻是遭到江国豪的三振，哎呦，直接往，王大有点动气了。哇，这真是扎扎实实的往红身上添过去。这球打进场内，结果中间方向，哇，打到投手，又打到了二垒手，现在 OC 变成一个巧妙的内安打。哇，打到投手又打到二垒手，这个还蛮少见的。这个真的很少见。哦，这个如果二垒手没有拦住，可能就真的是就直接穿出去，还是满垒满球数。
哇，这个高角度的变化球，蓝巴巴挥到了空气，遭到了三振。张兆元是连续四场比赛都有上垒，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上垒率超过了七成，打击率也是来到四成。接球打击出去，越过了二垒手，上空行传打，要带有打点哦。郭永威回到本垒，攻下了台钢学院的第一分。现在第二位的跑者也回到本垒，大王也回到本垒。张兆元一棒两分，双方回到了三分的差距，2-5。哇，41局出现，变。这球拉回来，在右半边一手拦截之后呢，传二，结果大爆传，送礼送到心坎里。哇，一垒手接得漂亮，但是直接传到外野去，所以让台钢雄鹰是跑回了第三分。哇，蒋志贤这个时候气到摔手套啊。王柏旋前侧进攻是一垒方向的滚地球，一二垒跑者王柏旋这一棒带成了在中组外方向蛮顺的飞球往后推，欧巴生涯的安打出现。这个时候生涯的第一支安打就是一支长打，而且要带有打点，现在跑回了一位雄鹰打者。哦，王柏旋生涯的首安首打点，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现在台钢雄鹰急起直追，这个半局的第四分跑回来。中间方向的一个滚地球，二垒手滑接在快传一垒，抓到了第二个出局数。不过台钢雄鹰的第五分还是飞回来，所以双方回到了原点，5-5战成平手。哎呀，太高！曾子佑持续的上垒，获得了保送。捕手继续动外角，接球打反方向，出现了安打。现在3-3的分数要回来，台钢雄鹰这个半局的攻势。雄鹰一波接着一波的猛攻，现在攻下了单局的第六分，6-5战胜了领先。不用我的安打也是带有一分的打点。哇，单局打了10个人次啊，依旧在 ING 一好三坏。保送，又是保送，真的来到了满垒。哇，单局第四位的投手站上投手丘啊，背号59号的陈冠勋。这球高，结果拉掉。哇，魔鹰非常的不以为然。结果是遭到了三振，但是魔鹰这个时候还在跟裁判念念有词啊，这个时候要赶快拉住，魔鹰已经要被裁判警告了，一次警告。魔鹰想说 no， 这个嘴型应该很明显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坏球。这球拉回来非常强劲，哇，三垒手杜佳明 nice catch， 哇，空中抓子弹呐、六局的下半，这个时候换上阿用王卫勇来站上投手丘，生涯的200K 也是蛮接近啊，已经来到了197、198、146公里的一个 high fastball， 让曾子佑挥了个寂寞，遭到三振。要来面对到第二棒的郭永维，而且初赛的一个场数都很固定，个牛棚的一个大车拼。变化球进来，生涯的第199K 送出来。那今天西班牙投手撑的比较短，他第六局就要上了。哦，外角孔念恩谨慎的选球，选到了四坏球保送。两出局之后呢，傅汉将在八局上攻势再起。非常强劲的滚地球，结果打穿了一垒防线，行穿打。现在孔念恩往前走，绕过了二垒之后呢，往三垒挺进，来到了三垒得分的大门口。这个打线的第三球，打线的长令在中间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呢，刚好抓在垒包旁边自踩二垒。投手丘曾俊岳来站上投手丘，点一个飞球，哇！满球数的对决，结果151的 high fastball 还是让文杰挥了个寂寞，遭到三振啊！今天4-0。拉掉，再来一 K。陈俊元看看这个半局能不能够连标3K。打进了场内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漏了一下之后呢，刚好就在旁边再接再传，来得及。雷公在本季呢出赛了2场，有拿到1次的救援成功，能选到了一好三坏。
非常的强劲的滚地球，三垒手杜佳明接球对角传一垒 ，one down 一出局。这场比赛呢，陈真有四场比赛敲出安打，陈真也表现不错，九个打数打出了三支安打。哇，变化球猛力一挥 ，nothing but air。雷公抓到了两个出局数之后，要来面对到第三棒的申浩伟，两个好球没坏球，变化球过来打成了右半边的飞球，还蛮深远的，来到了警戒区保地，保圣大地完成了一个再见接杀，结束这场比赛。中场台钢雄鹰6-5，一分之差笑到了最后，气走富邦悍将。在这次双方三连战的第三部曲交手当中，是赢得了胜利。所以三连战下来的话呢，台钢雄鹰累积2胜1败，武佑成拿到了生涯的首胜，雷公则是进账了本赛季第2次的救援成功。